投资人静待美国经济数据发布，还有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即将出炉，台股呈现量缩整理的格局。不过虽然盘中一度翻黑，但是机器人概念股延续吸金动能，东台以及高峰还有侨福纷纷涨停，晨起也因为受惠于黑悟空，今天冲上第三根涨停，加上台积电回神上涨22元，来到964元，推升大盘中场上涨185点，收在22370点，只是成交量依旧是低迷，只有3092亿元。